可是为什么看不见我的人啊？我的人类。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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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有三个八度，弹起来就很不一样哎。谢谢你啊，老板。爽了，保存保存。我说梦哥，你真的是零吗？我一天看一视频，他们都是。躲猫猫解谜大逃杀第二集，本轮题目是两个黑猫，胖胖的。是这里的猫吗？主播，给我扛包。啊？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啊？因为那个房主他出题的话，你根本猜不到他那个。其实啊，这一轮的正确答案是会一桌，因为你拉的时候会有两头胖胖的黑黑的猫跑出来。祷告塔那个猫哪里胖啊？人家不是瘦猫吗？你为什么要说人家胖的猫啊？我天哪！行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新题目最危险的地方，一个答案。我已经学聪明了，这个题目难不倒我。主播为什么不说话呢？说什么？主播生性不爱说话。你们怎么都对了，对啊，不是最危险的地方吗？就是这里啊，你的出生点。没有在你身边的，你就给他倒掉就行了。原来主播还玩这种躲猫猫啊！天哪，我一直以为你们这些都只会去打素材啊，或者不会看上这种新型躲猫猫啊。主播也是普通玩家好吗？正确答案呢是这个八号哈，八号本人是最危险的哈。恭喜你们回到下一轮了。咦，这么近距离的听蒙哥讲话呀，跟那个视频里还是不太一样的。这不一个样吗？哇塞。二号，我是你粉丝二号。我真的好像关注了蒙哥是吧？骗子。
我刚刚关注你啊，二号，哦，我会给你点赞的。我好像两年前就关注你了。黄色污渍两个答案。哇塞，真爱粉。什么黄色污渍啊？哪里有黄色污渍？黄色污渍，东沐浴间这个算黄色污渍吗？这里是黄色污渍吗？我认出来你的声音了，哦，你声音好熟悉啊！你知道是哪个蒙哥吗？我真的好像两年前就关。这里真的是黄色污渍吗？应该是。我觉得这里没有我的大脑更黄。蒙哥，你那些水视频我都给你投币了。我哪有水视频？快给我扛刀，贝贝！啊！哎呀！啊 ！Hello Hello。恭喜你们进入最后一轮，这一轮的正确答案我先跟你们说一下，这一轮的正确答案是东沐浴间和西沐浴间的两个马桶哈。哦，这个词比较那个恶心啊，我就不说了。就是你上完厕所以后，它肯定是黄色的啊，所以啊，黑灯之后三分钟之内要把我们三个都捞完就是狼赢了。然后三分钟之内，如果还有人活着，就是我们赢了。主播，我要找你了。不要，我们躲哪儿啊？然后去电视手机一直修哈。然后你刀一个人，我会告诉你现在几件事多少。OK。好，给你一个机会啊，快跑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过来看到你。我操！再见，朋友们。有自闭啊？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要笑死了，怎么办？他肯定要打我。你干嘛在这儿啊？我在那个床那边。我想在那喝那个八号药的。蒙哥，你这儿特别容易被看到，然后那个人一把你堵住，直接把你刀了。啊！可是你不在这儿跟他要一下啊！咱们有他视野，他不好过。蒙哥，你真的是零吗？我一旦看你视频，他们都是。啊！不是，不，救命啊！人家才刚问出来，还没回答呢，就把人家给杀了。不要！主播别跑，不刀你，别跑啊！主播，等一下，哎，你在等刀是吗？等我八秒。不要！我刀已经好了，我在等变身，等一下，我去找另一个，等我再回来找你。啊？哎，我去。他说他等会再过来找你，他说等会再来。我要躲起来。完麦。绝对想不到我又回到这里了。为什么不是。蒙哥你怎么没了蒙哥。气死我了。一号太会躲了一号。主播的点有点背啊。他躲屏风后面去。他以为同样的招数我不会，我应该不会去再看的，但是我还是去看了。还有就是的话，刚才我就发现一号人，我就在他后面蹲着，我看他回头一看会被吓一跳，然后你直接给修开了。哎，没注意时间。你确实适合当搞笑主播，天哪。你真的我笑点不停呢。你最开始给了你20秒逃跑时间，给你机会一次了。你后面在寝室又给你时间让你去躲起来。你然后你又被找到了，最后还躲在那个屏风后面了。你天哪，太好笑了。你可恶的一号。